大家好啊，这里是缅甸曼德勒翡翠市场现场收货的。现在走的是小路，看这位大哥起死性干的都站起来波澜，一堆人手都是这样撑着撑着的，你好慢。原来是坐着波，他是站起来波了。缅甸曼德勒翡翠市场，这边也是人挤人哦。哇，像前面就没法走了，人太多了，没法走，往回了。像这边的话就是大马仔自己收获给小马仔卖的，还有甜品吃的，待遇很好。就这位大哥啊，我一说人挺多的，人挤人了，没办法过了。人山人海，这一张吧。